派掌门都差不多到齐咯。而家只差南宫世家主人啫，如果佢一到仪式就可以开始啦。点解二父咁耐都未嚟嘅？师傅答应出关嚟主礼，佢一定会嚟。南宫世家主人到。 再入中原嘅，赤发老祖，有我南宫世家一日，中原就唔轮到你出入自如。哼，西域修罗教天龙大法十二掌，如果有日俾我练成咗，我睇你点样克制我？<笑>邪不能胜正，就算我南宫羽冇办法克制你嘅天龙大法，唔通少林寺嘅七十二项绝技，同埋丐帮嘅龙虎十八掌就冇办法制服你咩？ 你何必讲埋啲咁嘅嘢嚟装胆？西域魔法果然厉害，好彩得南宫施主你。大师你太客气，我喺少林寺前练班门弄斧，大师切勿见怪。施主你客气就真，请入寺内主持祭祀大典，请。 现今武林邪魔当道，亦烈士佢为咗除魔大业，做开龙仙区，呢一种荡人不扬嘅正义精神，实在好值得我哋敬重。可惜佢出师未至生先死，亦烈士，我南宫羽一定要消灭三魔，以为你在天之灵。 祭祀大典已经举行咗半日啦，我相信大家一定肚饿噶啦，请各位用啲斋菜，然后再继续追悼大会。嗯。点解唔见张大哥嘅？我唔使揾啦，喺灵堂嗰阵佢走咗噶啦。佢去边啊？哦，佢又谂咩紧要事要去做，所以啊走咗咯。点解啫？
我点知啊？食嘢啦！各位舟车劳顿嚟到少林，弟子只能够以淡饭青菜招待，真系失礼，请各位唔好客气。其实发生咗呢件咁嘅事，我真系好唔安。其实易少侠嘅死系可以避免。师父，少林寺嘅大师同埋陶帮主谂住接应佢哋嘅。江湖险恶，有好多事系好难预料。好似我哋南宫世家咁，为咗消灭三魔，亦都唔知牺牲咗几多个弟子。我南宫羽一生致力铲除恶魔，维护江湖和平，但系你咁多年嚟，始终系一事无成，真系有负咁多位嘅所托。我今次出关，其实系想对三光教嘅事有一个了断。大师，我想先翻去南宫世家。义父，乜你又要翻去咩？系。我要回去部署一个对付三光教的计划，今次我不可以再姑息他们。师父，我跟你回去。不行，你要在这里代表南宫世家参加易少侠的拜祭大典，亦都要藉着这个机会结交一下各派的掌门。是。各位请。阿弥陀。又怎会复生？不是呢，如果易水寒真的未死呢？你说我因公而死？前辈，你说的说话是不是真的？不是，我说如果而已。回归他真的可怜。师妹，原来你喺度啊？呢度咁静，我想静静地散下步。好啊，咁我翻入去听玉虚大师做早课。师兄，你唔使客气啦。好啊。睇嚟今日佢心情都好似唔系好好咁噃。如果走埋去又是俾人赶走，咁咪仲衰？都系睇定啲好啲。
你做咩啊？袁姑娘，唔好意思，对唔住。袁姑娘。喂，头先咁样做啊，算系咩意思先？同你玩下啫嘛，咁紧张做咩啫？玩啊！搵啲咁嘅嘢嚟玩？每日啊，除咗灵堂上香之外啊，就无所事事。你唔觉得闷嘅咩？如果你闷啊，可以自己走噶，冇人留你啊！你叫我走，我偏唔走啊！你咁样整蛊我啊，揸阮姑娘以为我真系咁对待佢咋？你对阮姑娘好似好紧张咁噃。嗱，总之啊，警告你啊，你再整蛊我咧，我就点啊？想打我啊？打打！唉，都费事打你啊，反正冇作用啊，手啊。咁闷，打下交都好喎。嚟嚟嚟，拿个，你一个招。唔打唔打，唔好搞我啊！切，你唔同我打，方望同我打啊？宋大侠，管掌门，咁勤力喺度练功啊！师傅教我哋武功，一定要勤加练习，至对得住师傅嘅老人家。你嘅武功都唔错。多谢管掌门赞赏。你哋嘅飞仙剑法同我哋嘅太乙剑法唔同嘅地方有好多喎。各门各派嘅剑法系各有所长。好，不如我哋比试一下啦。管掌门，练武系用嚟除魔卫道、救弱扶危，唔系用嚟争一日嘅长短。咁我哋唔争长短，玩下。用玩嘅心理嚟比试就更加唔应该。你身为六合派掌门，好，我而家唔同你玩，我同你挑战。管掌门，管掌门。为什么你不出手？实在不可以这样，失陪了。宋大侠，整得成个木头这样啊。弊啊，当然打输了别人啦。打输没那么生气，最弊他都不肯出手的。不跟我打，即是不给面子，不给面子，我整蛊他。人家不肯跟你打，你都奈人家不何的。不过呢，辦法唔係冇嘅。點啊？嗱，你試下走去撩下阮紅葉啊！我就係想同聖宋哥打啫。係話你傻即係傻啫。咁做師兄有責任保護師妹噶嘛？如果師妹有難啊，咁做師兄嘅一定要出手保護佢噶嘛。就算我師兄真係唔想打，佢都出手打嘅咧，係咪？又係噃。好，我撩佢師妹。唔关我事噶，师妹咩事啊？呢个无耻之徒，今朝系后生，已经对我无礼。头先佢仲轻薄我。你听我讲啦，呢啲系误会嚟嘅咋？误会？你揸住啲咩嚟嘅？对唔住啊，俾翻你啊！证据确凿，你仲想抵赖？唔系你，为老不尊。唔系你，听我解释啦。唔好打，唔好打嘛！喂！水寒，管掌门，你呢个玩笑开得太大。管大侠，你身为掌门，我睇你啲行为都系检点啲嘅好。管掌门都情有可原，但逆水寒诈死骗人就罪无可恕，搞到我哋各教派嘅掌门都不惜千里而迢而嚟拜祭佢，连南宫世家嘅主人都要出关，我哋从来都未试过咁嘅。逆水寒今次的确做得太过分啲，
不過既然事情已經發生了，我哋點對佢都係於事無補。唔通就咁放過佢啊？唔係，只不過俾個機會佢將功贖罪，戴罪立功。師兄，你認為點做先啱咧？聽陶幫主點講先。易水寒是唯一入過三光教總舵的人，日後除魔大業是很需要他的。其實易水寒的人都相當正義，那也是，如果他不是可做之才的，我都不會傳他三年的功名。不過凡事我們要從大處着想，安定江湖是我們目前最重要的。陶姐姐，我看你這麼大的兒子，最失威、最沒面、最肯認錯都是這一次了吧。是好漢不靚眼，潛規就真。那就是了，英雄所見略同。還好說你，我有難的時候你實在黏了。什麼啊，這一次我是專登回來救你的。不幫下手怎樣搞定那個姓管的妹妹仔還好啦。今天所有大頭佛都是他搞出來的。有兩個辦法。第一呢，想辦法氹他走。唉，都用過了，沒用了。用第二個咯。沒有啊，他不走嘛，我們走。不得。為什麼？沒事，沒事。其實你不說我都猜到啦。你哪有這麼聰明啊？當然有啦，你方你不是不捨得一個人啊？不過這樣，以我的經驗，你這次贏面的機會很小。唉，早知道仲不成英雄，走回來啦。就算武功都有勞嘛，好過而家咁啊，要做武膽匪女。唉，我東國真人咧，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都無所不曉啊。單單開解人依樣嘢，對唔住啊，陶仔仔，我幫唔到你添。係，咁你又放心啊，我根本就冇預過你會開解我嘅。哦，咁至好啦，我翻房休息，今晚你啊靜靜雞，自己諗清楚佢啦嚇。不有紅葉姑娘之德。喂，陶姐，我看你今晚邊處都不用去了，換個第二晚才慢慢想清楚她。韓哥，你說什麼話？欣公啊，我以後改口叫你韓哥好不好啊？唉，就算我說不好，都是這麼叫的。有什麼事啊？我等咗啲雪梨水啊，好润噶。我唔想食嘢啊。我落咗成担心机噶啦，趁热啦。都话唔食嘢咯。好啦，唔食就唔食啦。不如我哋倾下偈啊。自从佢哋话你死咗之后，我日日都眼泪洗面。你而家冇死到，真系好噶啦。玫瑰啊，唔好咁啦。韩哥啊。玫瑰。有件事我跟你说清楚。说。想当年帮你执葬你死鬼老豆呢，只是当做好心的而已，并不是想希望你感激我的。我不是因为感激你的，我真的很喜欢你。但是我对一点意思都没有。不要紧的，我只是希望我一世都可以服侍你。咁點可以噶？唔得噶！你唔肯要我啊？玫瑰，而家三哥一日未除，天下仲排太平，我就咩心情挂住儿女私情啊？不如咁啦，等师妹三哥之后，咪再慢慢倾啊，好冇？又好，咁我哋唔好再提成亲啦。不如我哋定亲先啦。喂，唔好啦啩？有咗名分。我咪可以日日都陪住你咯，你唔肯啊？玫瑰，唔好太过冲动啊！
要俾啲時間自己考慮下噶嘛。我考慮得好清楚噶啦。但冇時間考慮喎。你而家考慮啊。你去邊啊？哦，我想茅廁啊。你跟住我去啊。嗰啲地方我點可以跟住你去嘅啫？哦，咁我自己去啦嚇。快啲翻啊！好彩俾你大清堂。边个？阮姑娘，我易水寒啊。你嚟做咩啊？我好重要嘅事想同你讲啊。夜啦，男女授受不亲，你都系走啦。哎呀，阮姑娘，要你唔开门嘅话，我一路企到天光噶。红叶姑娘。你終於肯見我啦！冇膽匪類，連企喺我門口資格都冇。如果你企天光嘅，就去第二度。唉，我知今次我係做錯咗，破壞滅魔大事，亦對唔住武林各派。我真係冇面目再生存落去。紅葉姑娘，今晚就請你為咗呢個武林搶我呢個敗類。你用剑杀死我啦！我呢一把剑系用嚟杀啲邪魔坏蛋嘅，我唔想俾啲武胆匪你个血整污糟佢。哎，阮姑娘，阮姑娘，大师，那个星星夫人找到上来了，我想他上来肯定是要杀你，你想怎样做啊？不如当通知掌门大师找他来找你啊。多谢。告须菩提，诸菩萨摩诃萨，应如是方福彼心，所有一切众生之类，若现生，若待生，若失生，若化生，若来世，若来世，若。星星夫人，你终于嚟，既来之则安之，何必犹豫呢？请随便坐。玉树，我谂你知道我嚟做咩噶啦？老衲当然唔知啦。如果不是啊，怎會打開道門等你嚟？唔使望啦，呢度冇任何人可以傷害到你嘅。咁呢個咧？佢本來想去通知人，但係俾我點咗穴腳。你殺死我爹，我要同佢報仇！你真係唔怕死？解脱臭皮囊，还我庄严状，我仲有咩好怕？你唔使同我讲禅理，当然你杀咗我爹，今日杀翻你，应该系一步还一步。佛家都话我讲得啱啊！好一个一步还一步，你阿爹咁死法，我以为好唔值，唔值。想当年，你爹赔咗自己条命嚟救翻你，你大咗竟然变成邪魔妖道，你爹牺牲自己救翻一个到处作恶嘅人，你认为值得吗？老衲当年杀人作孽，你今日嚟杀我，亦等于帮我清咗我嘅孽。星星夫人，我希望你能够看清楚自己所作的孽。你阿爹有恩于你，而你不断作恶，
而令你嘅业越积越深。咁你点对佢在天之灵？爹，我真系对你唔住。睇嚟事主有向善之心，种善因可消恶果。如果由今日开始，仲未迟。我计算过，我今日应该要原籍归西。如果唔系为咗呢一件事，我早已经正道西归。今晚你嚟到呢度，亦系我尘缘逆缘。大师，多谢你嘅点化。廿几年来我不明之处，今日我终于想通。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。今日既然是大师西归极乐的日子，我都不打扰。多谢事主既往不咎，多谢大师点化如幻。好，好啊，你走了。恭送大师西去。好嘢，好嘢！大师即系大师，凭两三句说话就呃到星星夫人唔杀你啦。我所讲嘅句句都系真话。连你今晚西归都系真嘅咩？冇错。你即刻帮我通知少林宗弟子啦。知道。哦，知道。师兄，你要佢做少林嘅长老，我一定依照师兄你嘅吩咐。阿弥陀佛。是师兄有咩为？佢邀易水寒做少林嘅长老，佢话易施主身具慧根，将来武林可以因为佢一个人而平息风波。阿弥陀佛，咩话？要我做少林寺长老？系，玉树师兄在临原籍之前有咁嘅吩咐。我何德何能点做长老啊？咁啦，我仲要试问下，做少林长老要每日留守喺少林寺嘅，系咧。咁喺少林寺啊，饮酒可唔可以先？俗家长老系可以。嗯，用豉椒鹅掌送酒咧，得唔得？当然唔得啦。阿弥陀佛。嗱，讲到识啦，咁少林长老去杏花楼可唔可以先？去得，去得。酒楼一样有素菜嘅啫，杏花楼妓院嚟嘅。阿弥陀佛。嗯，讲到菜啦，咁少林寺嘅香油钱啊，系边个收先？少林寺嘅香油钱系攞嚟做善事嘅，系攞嚟周济贫民嘅。唉，民真样样都要戒，咁即系唔得啦，咁我唔做啦。咁点得啊？是玉树师兄亲自指派你做长老的噃。哦，咁又好笑啦！我又唔系少林弟子，而且少林系名门正派，又点会俾人做唔中意做嘅事噶？施主，你既然系唔中意做，
咁老衲都唔敢勉强你啦。哦，咁我都告辞啦。哎呀，我怕咗你，你都成日跟住我做咩嘢啫？好啦好啦，以后都唔跟你哋啊。喂喂，系咪真嘅先？我听日就走。哎呀，好咯。系咧，你想去边度啊？我去南宫门同南宫羽商量下对付三光教嘅事。咁阮红儿咪要翻去咯？嘿，佢同姓宋嘅都系南宫门嘅人啊嘛，又点会唔喺度啫？英雄帖点解我冇嘅？啲英雄帖系派俾啲掌门或者长老噶。哦，咁我咧？易大哥你无门无派。诶，你讲错啦，我今日先做咗少林寺嘅长老。你哋唔信啊？如果唔信嘅话咧，咪玉虚大师噶，系玉雪大师临完席之前交代落嘅。嗯。咁你听日可以同我哋一齐出发啦。好啊。韩哥。做咩事啊？头先吓死我啊！你讲咩啫？我听人话玉雪大师要你继承佢做少林长老，系咪真噶？冇错啊！你点可以做和尚噶？后屘好在我听人话你唔肯做咋，系咪啊？系啊，诶，不过咧，我话件事俾你知啊，冇人同你讲过噶。好啊，我由此翻去挨个长老嚟做啦吓。韩哥，三位大师啊，施主，你又想翻嚟做长老啦？系啊，做长老唔可以事招和尚送走噶喎。哦，得。仲有啊，唔可以上得杏花楼噶。诶，得得，最多唔上啫。咁我而家做得长老未咧？阿弥陀，一定系玉树师兄在天之灵，将事主嚟点化。诶，系啊，系啊，一定系啊。好啦，咁你准备接受考验啦？仲要考验嘅咩？冇错啦，呢啲咧就系我哋管治嘅规矩嚟嘅。如果你唔满意嘅，满意满意，点会唔满意啊？唔知要考啲乜嘢嘅咧？要过我哋嘅四大金刚阵，易大哥真系忠肝义胆，为咗参加对付三光教嘅会议，竟然肯受咁多苦，都算佢有啲觉悟。大家能够一举歼灭三光教，替武林造福。我师父一定有周全嘅大计，指示我哋点做噶啦。嗯，其他各派嘅掌门都已经去咗南宫世家噶啦。佢哋比我哋早几日出发，应该到步噶啦。喂，起程未啊？仲争易水寒同埋东郭先生。诶，佢哋嚟紧噶啦。诶，嚟嚟嚟嚟。咦？诶，易长老咩事啊？哦，冇事。为咗平定武林，我易水寒定会尽力而为嘅。咁我哋行啦。嗯，诶，再见啦，再见啊，请啊。喂，陶老仔啊，嗰晚阿玫瑰咧咪捧咗成盅糖水嚟逼你成亲嘅。嗯，你点样甩身嘅？借尿遁咯，好彩就系佢冇跟住你啊。唉，系咧，点解呢几日唔见得佢嘅？你哋想唔想知道佢喺边啊？系，我唔想知啊。今次死啦，我实走唔甩。韩哥，哎，啊玫瑰，啊咩事啊？你唔使惊我，我妹逼你同我成亲噶啦。真噶？哇，你成个变晒噃。都系多得义父开解我咋。哼，边个你义父啊？黑衣公我。哦，原来你做咗陶帮主嘅义女。咁你以后打算点啊？暂时放低儿女私情，我而家练紧师傅手抄俾我嘅丐帮武功咯。玫瑰啊，你而家咧就系丐帮第一位女弟子，你多啲心机练啊，知唔知啊？我知噶啦，我一定会俾心机，我就会俾心机等你。啊，你头先话过唔逼我同你成亲嘅，我冇逼你啊，不过我一定会等你。
哦，啊呢啲事咧，第日再讲过啦。阿师傅啊，我哋起程噶啦，再见。玫瑰姑娘啊，咁你好多多保重啦噃吓。哦，珍重啊。哦，知啦。陶帮主，陶帮主，啱啱嚟嘅飞鸽传书。咩事啊？丐帮总舵有事，我要翻下先。嗱，你哋喺南宫世家等我，我会再翻嚟同你哋会合。咁我哋就兵分两路啊。兵分两路啊？哎，好啊，好啊。咩话？哦，冇嘢冇嘢。陶帮主啊，既然你有事，你走先啦。嗯，请。请。宋大哥，上次我叫你同我比试剑法，你唔肯啊！管掌门，唔通上次嘅解释你都仲唔明？算啦算啦，今次我想同你比试另外一样嘢。你放心啦，唔系刀枪剑戟。咁你又唔肯啊？唔知你想比试咩啊？轻功啊！好，点比试啊？好易啫，上面有个雀巢，我要斗快攞啲蛋落嚟啊！好啊，嗱，我上去先啊！乜你轻功咁差噶？啊，高湖又几靓噶喎，啊！你话而家就算俾一碗啊隔夜嘅白粥俾我，我当佢系上汤鱼翅啊！诶，徒弟仔咧？喂，你哋食唔食嘢啊？想食嘅咧，跟住我嚟啊！哇，好香啊！真系大烟啊！嗱，即管食，唔使俾面我噶。好，喂，红叶啊，趁热食啊！呢度荒山野岭，你都揾到嘢食，易大哥，你真系好嘢。呢个就系笑我咯。你都算几聪明啊？有乜叻啫？正话喺湖边游嚟游去嗰两只鹅啊嘛。嗯，冇错啦。咩话？你都在湖边只鹅嚟烧？冇错啦。另外嗰只咧，俾佢走甩咗。不过唔紧要啊，等我食完之后再捉埋佢嚟烧。你真系残忍啊！哎，袁姑娘，袁姑娘。捉只鹅嚟烧啫嘛，咁都算残忍。师妹本嚟同南宫二师兄择定日子成婚噶，不过师兄喺查一件采花案件嘅时候，俾蔡外相思杀咗。因为阮姑娘同佢未婚夫俾人拆散咗，所以见到对哋嘢分开会有反感。冇错啦。哦，咁唔怪得见佢成日都唔开心咁啦，成日都冷冰冰嘅。自从佢未婚夫死咗之后，佢都未开心过。都是我不好的，不如这样，等我哄回他开心，连张公赎罪。怎么哄啊？成座冰山咁。嗱，师傅，呢一次咧，要你帮我手啦。回翻只鹅俾你，你而家唔嬲啦。眼波里内藏万种千般怨共爱，无言流露多少奈何，已失去未能觅。似色急情火，徒然留下心中感慨，叹息里为何露出千般怨恨，前尘如重重浮来，
怕欢笑未重现，痛楚却在。爱似风波，怕再踏过。往梦常装，怎去避过？那处是岸，四处茫茫。